早上7:58，台湾发射地主港台系统，金融系会在台湾东部海域两片，突然时间进入安全度系5级，突然时部分地中那个材料入边个铁路跌下来，水塌转塌，好的都冇造成损坏。地突然机场的部分有炮头和电工停火了掉，是管理两百损失过后，抗议是真伤感。红霞通关也真伤，这就红霞地图发生内入家所在的天棚表和个喷水头了掉跌下来。突然机场操作进行提土，是全线暂时停止过后，突然操作的9:15完成的损失损毁的作业，陆续恢复营运。南湾的高铁的部分受到发电系统的影响，将不调整营运的方式，下下其实是全线高级运转。好可怕，还在摇，怎么那么大的地震？早上7:58发生大地震，大陆上的天线紧摇，也从地震突然有部分大楼的铁路落下来，一栋大楼的水塔没踩到跌下来，好彩没砍到高楼人。这个没有人受伤了啊、哦？没有，没有人受伤。好好好好。交通的部分，机场受到地震的影响，就停电成立北应变中心。炮土吞天火，关系两败，确实顺高的过后增送，红霞通关增送。不过红霞地图没有发生地下边的天棚，墙面吞沙水的沙水头跌下来，发红维修棚天查没跌下来，后顶无松动人。好，由于地震的关系，把列车暂时整后，目前路线检查。提高铁部分受到系统的影响，增送营运，停电全线供给运转。采外规划的白冰全查持有错的查冰，来疏运离合。突然插运因为系统整车内通，看得出震度最高5级。土车公司航空中心停电指示，全线的查冰暂停营运，提早上9:15完成顺轨作业，确认后置轨道天立内通都增送过后，陆续恢复营运。亚伯提通一共影响的25辆车，差不多11,500个旅客。客家新闻罗恩泰，桃园报道。